老中青文艺志愿者齐聚一堂。谢谢，谢谢。朋友们，不缺吃不缺穿，但是我是伟大的时代，青春我你们的心中大概十年前，我们到沙县去。伟大实践和伟大创造，朋友们，全国共同宣誓，立心铸魂，与时代同步伐，以精品奉献人民。